我的三叔又粗又大又卷又头很大。三叔就这样。香草很香甜的样子。你妈妈有没有什么口头禅？德鲁古话口头禅。BB。他的口头禅是 BB。BB。哎，妈，还有妈什么 ？BB。好，想玩。OK， 我们去日本玩。好。全部都是，他的决定书全部都是写这种讲我们的，讲我们的。那我现在只是过来拍他，因为我们很多原住民想要认识这个人，因为他到处放，每一个啊每一个，你看，国际加工所他也骂，反拍啊。
我去相公所他也骂了。哎，用到我的手机了。这是图书馆。做什么？你用到我手机了，就不要干嘛？干嘛？是我啊，是我，他每个都。他就这样子，干嘛？你这怎么小姐，你可不可以请打这个动作？我没有动到你啊，你不要在那边，你可以反拍我，我不能反拍你。先生，可不可以停下，因为我们这也是图书馆，你这样子会影响到我们，好不好？那你等他关掉，我就不拍了。你们这样子，我们到外面去。不是你这样子，我们那请他到外面呢、啊。不好意思，可以请你们去外面好吗？你这样子，我们图书馆很无辜哎。是的，到底是我们的错还是他的错？他先把他抛到网路上，现在对我们现在怪我们了。我今天刚好碰到他啊，我们家乡的人还蛮想认识这个人的，所以我就拍他哦，他就是很有名这个周琦大先生。女生舒服用手这样抠鼻怎么讲？怎么？你打针拿毒呢？拿毒鼻鼻。对，拿毒鼻鼻。拿毒鼻鼻。对，拿毒鼻鼻。哦，我很爽，怎么讲？你说他快飞上天了，很爽。飞上天就是拿毒的，寂寞看看就是他会爽。哦。爽到不得了，你就马上可以放下去了。哦，拿毒鼻鼻。对，拿毒鼻鼻。拿毒鼻鼻。对，拿毒鼻鼻。拿毒鼻鼻。对，拿毒鼻鼻。教练，你邱，你是你儿子，四维高中邱总教练篮球队，哪一组的？
嘟噜咕嘟噜咕，他如果嘟。很痛怎么讲？哦，你说盖尔族？对。嗯，你讲怎么讲？阿盖吗？对，啊什么？牙盖，很痛，牙盖。晚一点再一次，很痛，预备起。所以你刚刚那个动作，预备起，要加表情。晚一点，你好笑。抽蓄了，神经抽蓄。轻松打，轻松打。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排这样排，让大家知道而已，对。因为他把我，那被你把他撤销掉了。我为什么要撤销掉？我的他也没撤销掉啊。对啊，他po了好几个嘞，三四个嘞，3000万张吧。照片啊？对啊，po我们的脸书的那个什么封面照啊？对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不要碰到我机器哦。哎，你自己在po我了。你也不要碰到我的机器哦。脸书啊，他就骂我说，我这是慈济大学的学姐吗？对啊，他直接侮辱我到我们学校啊。我那个公然侮辱原住民。对啊，他什么？我确认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开始。然后呢？没有怎么样，因为不是我报警的，我不晓得他为什么要报警，他知道这样子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，对吗？自己知道吗？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啊，嗯。就这样子啊，没有什么事。好。我不知道他是拍什么。对，那你现在在拍什么？对啊，他敢拍我就敢拍他。处理完了是吧？啊，这样子处理完了啊？没有，我不知道。那你现在要怎么帮你？我不知道你们要怎么处理，我先报案。你现在要报什么案？你要报什么？我报什么协助你？你现在骚扰民众啊？骚扰？我没有骚扰你啊！我骚扰民众。我现在说他们骚扰民众，我现在就骚扰你啊！我跟你一样啊，我跟你一样，我们也是在你旁边看的、啊。互相而已、啊。你也是拍，我们也是拍啊！你现在也是拍我们。你们现在不就在互拍吗？对啊，所以你是不是也骚扰我？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被跟警察备案？加油！发球！
那个谁，哎，陈诺，学一点那个 popping 跟 locking 的街舞动作，轻一点，玩就好，不要受伤哦，头不要撞到地上哦，你看丢弟弟那个。女生会不会？女生叫福地。哦，女生叫福地哈。没有啦，刚笑的啦。男生不是叫房啊？没有。说你骚扰。对啊，你们两个这样子。对不对？蛮好笑的。东西收起来好不好？两个一起收起来好不好？他收起来，我就收起来啊。对啊，两个一起收起来好不好？对不对？要不要我叫人来？叫我们来干什么？太无聊了吧。对啊，你先收起来啦。
请他们离开。我在图书馆，我在用电脑，是他们来的。这是公共场所，我不能来吗？你先把摄影机收起来。就像你说，你说我们昨天乡的人，我怎么要请你离开？不要吵，你先把摄影机收起来，然后你先生，你先把手机收起来，好不好？他不收起来，我要怎么收起来呀？对呀，毕竟是你先拍的，那你就先收起来，他也收起来，好不好？那你们这样子拍，那我们到底在这干什么？他不。我干嘛要拿下来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那他也很无聊啊。你先拍人家的，你就先收起来吧。你有没有办法处理的？你要处理什么？你现在不要制造问题，现在有的问题我们就现在处理。你要很小心。你不要故意的碰到我的东西。不会不会，警察局的坏话，我这个都他会讲，他会在旁边讲，等一下。哎，他那还有写左西乡，我们。国际江的所长的，对所长怎样？不接他的案子怎样子？怎样？对啊，也是五路啊！不要这样子一直拍到我的手机哎！好了，你把录音机收起来了啦。他在录影。对啊，你这样子我们要怎么处理？就我看他要怎么。Thank you.
对啊，给观众看一下嘛，你对不对？你不要挡啊，给观众看一下，这就是大师不变。给观众看一下嘛，对不对？你不拿下来，我干嘛要拿下来？对不对？可以了吧？你们家要关到什么时候？我问他，他不关掉，我怎么关掉呢？这很好笑的。那边就让他这样子就好了，没关系，你们聚会去吧。没关系啊，我们就一起站啊。不要碰到我手机，对不起啊，要不然我会用手机。等他很闲嘛，我们就陪他。他不放假，我们。